对啊，这边买披萨，先买个披萨就行了。买披萨。我想吃个哈登。好的。买一个哈登，两个。啊？买一个就可以了。他们应该不吃哈。对啊。直接这样12.69元，很方便的。啊？拿手机出来扶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这样卡还行，是不是？这样。我也是存在手机里的。嗯。啊，很方便呢、啊，就拿到了。拿到了，很方便。一个披萨，一个黑豆，12.68元，完全去拿披萨。我在这边排队买披萨，number 是849号。它还可以免费那个续一杯汽水，这里那汽水是随便喝，那汽水随便喝，随便装，喝完再装。很，这个汽水。6.59元一杯，但是你买那个热狗的话，1.59元的话，它还是带一杯水，很方便。因为都是要排队买的，排队拿那个披萨的。马上就到我了，前面还有两个人，马上就到我了。今天还是很多人，很多人现在。天气是终于拿到了披萨了，大披萨！哇，好大披萨，18寸披萨。我们回家再吃咯。Hello. 好了。